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新动力600国际台，把历史融入日常，马里带你轻松说历史。今天是12月28日，星期一，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吧。电影啊，肯定是大家疫情期间宅家的必备，那电影院呢，也成了情侣或者朋友小聚相约的首选之地。在电影院已经成为娱乐放松的必需品的时代，世界上第一部电影的故事你知道吗？那就让我告诉你吧。1895年12月28日，法国摄影师路易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用活动的电影机举办了首次放映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这啊也标志着电影的诞生。他呢是一名杰出的摄影师，擅长快速摄影，并发明了既是摄影机又是放映机和洗印机的机器。这个是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，它呢是一部宣传片，名叫《工厂的大门》，叙述了当时法国里昂工厂放工时的情景，片长仅1分多钟。茶余饭后趣谈历史，锁定新动力600国际台，世界触手可及。